有点像 Whole Food， 但不是 Whole Food， 是 Amazon 开的一个超市吧。所以这种电商走向实体 ，Holder 可能比较不方便，所以 Amazon 就想说开这种超市，像这种狗狗饲料、洗发精，应该主要都是吃的用的生活用品类的，在买水果、买菜，然后开 Amazon 的5.99元，这个是可以拉电，拉电用 Amazon。就讲讲上一期我在说的一个叫 Reassignment。 Reassignment 是通常是这样的，是你有一家店，我们就讲餐馆好了，你这个餐馆想要顶让出去，顶让以后我把这个租约呢就转手转给新的买家，这叫 Reassignment。 那差别什么，比如说这个房东给你5年的租约，然后呢其中你已经用了1年，还剩4年，所以我就把这4年的 reassignment 给新的买家，让他可以继续使用的租约，然后开店。那好处是什么？好处是新的买家他不用太严苛的审核，因为房东在做审核这一块就会比较简单一点，所以对于新的买家来讲，这是最快最快最快进入市场的一个捷径。所以呢，没有准备好，你从来没有开过的经验，或者想要开第一家店的时候，真诚的建议直接去找这种转让的生意的机会，直接拿下第一家店，这样子你建立一个信用。就像很多人来到美国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开银行开户，然后为什么呢？还要建立信用，拿到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第一件事情就是开信用卡，平常的话是3到5张信用卡，然后不然就是你去租车，贷款买车，全款买车是没办法增加信用的，所以你贷款或者租车 lease 的情况下，再加上信用卡3到5张的信用卡，那你不是说拿了就不刷，你每个月要刷一点付掉，刷一点付掉，这种情况增加信用，跟你在商业的领域来讲，你开店。你也是要有个信用，当你像鼎泰丰这样的规模，你可以在一个 mall 开的第一家之后，你一旦建立这个信用，你就快速复制 copy pass copy pass copy pass， 这边的大品牌连锁店都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总而言之， reassignment是一个比较好快速展店的一个模式。全新租约第一个呢，费时费工费钱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你现在开个全新店，你第一个事情就是要先跟房东去处理开店的租约的问题。好，等房东确定了，那你中间可能会谈，比如说你有几个月的免租期，还有TI 叫做 tenant improvement， 就是说你在装修花了多少钱，房东是不是愿意给你一些补助。然后第三，你这个租约有多久，5年或10年，5年加 option 5年，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。再来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装修期，你如果没有找到很好的一个 contractor 或者是设计师帮你去处理这个装修的问题，你中间碰到的一些审批的过程时间会 delay 这个 process， 那这就严重影响到你付租金的情况。就像我现在手头上有一些客人，他们每个月租金可能是3万多块钱，那你只要政府部门一拖，他会做 correction， 比如说你要就像其中一个是他做 health department， 他要 check out 说，这个餐厅装修的部分的 plan 已经 OK 了，可以 permit， 然后 issue 一个 permit 给你，然后你再做下一个。
然后 health department 过了以后，可能 city inspection， 然后可能确定都没问题了，然后可能 fire inspection。所以在美国开店有很多这样的程序，必须要一个做出来。所以你开一家店，你等所有的店都已经开完了，你可能也是十个月后的事情。所以为什么会建议说直接买现成的店面 reassignment， 是你当你没有任何开店经验或是没有现成的店面的时候，是最好最快速的一个开店模式，这是最好的建议。